买中国的商品，台湾也是有规范哈。那在网络上贩售这个中国的商品 ，Made in China 这个，我个人也没有反对。我反对的是文化洗脑，这种统战意识无时无刻渗透台湾的这个平台，好，社群平台、商业平台，这个是政府一定要有一定的作为。我讲的是文化洗脑、统战，无时无刻这个渗入我们台湾的这个生活作息，这个是政府不能做事的，不能漠视的。